好低哦，伤害！早知道玩锤子。啊，过来！砍你尾巴！一下！上来啦！咦？我两刀按左一定会一直用盾敲的动作。哦，我看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 就右键是盾敲，尽量不要让那个盾敲的动作出来。应该算那个算硬直时间吧，所以就是不要接到那一刀出来。很难的、欸，因为如果是用 PC 很难。 啊！去吧！ 他是累的，他累了。我一直被大剑打倒。谁敢接近我啊？我可是知道现所见的弱点哦。啊！不！啊！扛不到。 他那个后退那到底可不可以改方向？啊，后退吗？他的幅度很低，他大概只有45。感觉不能动。对，他只有45，大概45一条。那现在先看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挖一下。真的。 不选，他就会朝原方向跳出去了。<笑>不会痛。<笑>哦，这是很像过动了哎。 超过动哎！过动了哎！白痴，磨刀嘞！磨刀嘞！什么？你说宝哈？ 激怒的那个右键是另类的爆头，嗯，好奇啊！剑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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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！这剑雨，下雨喽，下雨喽，下雨喽！你知道那个有阵子吗？所以你要这样可以放头就放头。是啊，他起来就很有机会再掉下。其实他也会打，掉下去了。啊，他会打队啊，他掉下去很会。 尤其是骗手锏，干嘛？我就知道，不对哦，而且伤害是一滴滴，他就很烦，会一直被击退呗。之前团团就是一直用那个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我每次超常会过去，然后就被推回来。 你投啦！你也打到我！打你！打我！我要跟小雨告！哎！要小雨亲！告！喂！乔丹！这拿什么骗手啊？就那个水那一把，他们说很好的那。啊，我这样状态比较好。 因为本身，好像是这只片手比较偏向辅助啊，也是可以很痛，可是你要输出得到了。<笑>
对啊，你看我就是在装嘛。啊！下来啦！ 去吧！你闹跳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还不该叫哈基玩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就……哈基又学坏了，我的血量。 哇！哒哒哒哒哒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，看准中的哦！哎，他怎么跌倒了？过了，闪下来就死了。看这新手团还可以吗？普通普通。 装备的新手团，<笑>真的有装备的新手团，<笑>好歹武器还不算弱的啦。对啊，至少衣服防护力是够的啦。<笑>看看，哇，会一下，这个没有控制距离哦。你那个滑下来啊，可以。 然后马上往后，不然你会往后。那个是先挥一刀才跳起来。喂喂喂！他说要碰到魔物的时候，右键起跳，然后左键卡。啊？嗯，不知道。 哎哎哎！跑错，跑错！所以才跟你讲那个不好跳。啊！那踩到我！完了，我这把是通常弹的，打不进去了。真打头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！你刚不是也真打头？嗯，我也是真打头了。刚刚前面还可以用其他子弹打。 零零零零零零，怎么那么多猫咪叫声？哎，我砍没砍到？<笑>好难砍哦！好过动。嗯。喂，哎哎哎，来不及！从屁股钻进去，咚咚咚咚咚，哦，死了！我打。 单手剑，左键加左键。歪的。对啊。对啊，喵喵就好像是 BGM， 可是超很烦躁的那种。不是，就是很像猫被虐待的声音。喵喵喵！喵喵喵！我的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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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血。抱歉，你们这场没补是自求多福好吗？干，这手就是个补，知道吗？哼。 他并没有好吗？哼，哼，哼，变手收到真的超快啊！哼，想，把他打下来，把他打下来，把他打下来。我错，到底一首歌叫《伞下》吗？伞下，你说张宇的？把他伞下来。 居然是猫在听电音，<笑>太嗨了吧！掉下来啊！所以这个模式刚出的时候就说，但丁有跟猫什么有关的吗？然后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喂，你居然一直有猫在叫啊？还是猫女？
感谢雅思，感谢雅思，我不敢再感谢你了，真的，我知道错了。为什么？开玩笑说感谢这边等他们那头，昨天是4.99，昨天是有人说感谢什么雅思，感谢理发还是什么，然后他就说感谢雅思的牛排等你哦，然后就说感谢雅思的2.499美等你哦。 跑过来，然后就真的2.499，对吧？他抖700多块，我吓到了。然后现在讲完，等下讲完，雅思又跑过去了。哎，雅思又来，呀，我真的会怕。关台了，我关台啦！当当当当当当，10点啦，关台休息了。现在在新手团。 对，我们在新手团，各种各自不会用的武器，新手团阎王，各自不会用的武器，太帅了吧！我拿青弩，我要片手，拿大刀，我觉得杰克最没差，重弩跟青弩差异最小，哎，假新手，假新手，抓到了，偷偷想加入我们新手团。 在那边，我不会玩。没有啊，你就像 SAO 好了，你就是要一个假新手才可以探。我觉得他差异最小，从轻跟重差最少。好爽哦，从屁股灌进去好爽。他自己又开发了一些奇怪的兴趣。他其他属性的。我觉得刚刚那就。 我觉得刚刚那就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射你眼睛，射你眼睛，看，就是在从后面来，现在要就想从前面来，没有，是后面的眼睛，哇哇哇，乱讲话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，分，好痛哦，都你乱讲话啦，射眼睛。 就射眼睛嘛，后面的眼睛嘛，在乱讲。没有呼唤你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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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去哈基他们的台，不要来我这边，我会怕。<笑>你可以来啦，但是手下留情啊，<笑>手下留情。哎呀！啊！ 大刀真的需要人家帮忙。哎，还放他脸上，好反差哎！哇！呀！大刀其实可以用冲撞的方式来挡掉他的攻击。有啊有啊有，刚刚有挡。啊！会想用太刀的方法挡？我反击吗？对啊。 惯了，他就是都要加右键啊！他要倒了，我来啦！我来砍他了！就是大刀就要善用那个冲撞啊！难考，我们居然过了，有个假新手在！假新手在的团，我真拿我不会了！假新手在的团，假新手，爽呢！靠北实况，靠北的。 靠北，不是拿青弩哦。假新手啦，这还蛮好玩的哎，其实还不够快，而且一发当三发用。等下就逼你玩那个狩猎。哦，10点了。对啊，该插眼了。快关台了。对啊，要关台了。对。那我要去。杰克，我要去那个。宝可。 跑一下宝可梦的剧情，这样晚上才能玩。哦，先关麦。工具对新手来说应该算蛮友善的、啊，友善的、啊，很友善的、啊。所以我那时候你叫他们玩，结果他们拿中，我吓到啊。没有，他们说太近了，我说还好吧。太近，很远吗？那要怎样才够远啊？对啊，怎样才叫远？<笑>
就是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慢慢射这样子，可是你弩的话很远射才一滴两滴一滴两滴而已啊。狙击赛。对啊。耶，结束了。结束啦。结束了。哇，这腿看起来有点酥，有点粗。腿有点粗？哎，没事。给他飞。 暴龙，加，啦，好，来啦，嗯，问题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还在线上，还在线上，DC，你好啦啦，你好，DC。 顶点，大家玩喽，拜拜！看见DC踩在那根线上，不过哦，DC在线上，DC踩在线上，DC踩在那根线上，算了算了，有没有铃声？什么铃声？好啊，大家感谢今天收看。 帮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关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音乐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明天有月息息哦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手机专用的没有哎，想用没有？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